THEi 計劃與原創方多個設計單位合作， 把原創方整個 floor plan 包裝成 QR code 模樣的地圖。 以地下及四樓為例， 為保持神秘感及增加趣味， 當中的所有商鋪均不記名， 只以其鋪位的代碼顯示。 鼓勵受眾親身游歷探索每一個設計工作室及商店。 而合作單位會印有標記， 顯示相應的優惠。 除了各種優惠外， 每層都設有一個特備節目， 例如設計工作坊等等， 由受眾親自去發掘驚喜。 生活離不開衣食住行， 但因為手機的發達， 我們幾乎不用走都可以解決各所需， 但往往就是因為太方便而失去思考探索的過程， 直接去到結果。 將地圖設計成一個手機不能讀取的QR code， 希望受眾體驗一次親自解讀的過程， 以遊歷整個原創方來感受當中的樂趣。 所以活動以釋出為名， 希望受眾放慢節奏感受生活。 計劃除了原創方之外， 灣仔的動漫基地、尖沙咀的1881 都是THEi將來合作的文化地標。